大家好，我是蓝雨可儿。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，2015年结束了美好的大学校园生活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喜欢唱歌的我来到 YY 做了主播。那时对 YY 还不太了解，只是唱些自己喜欢的歌。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粉丝，也没有礼物，但是我并没有轻易的放弃。一个游客来到了我的直播间，他静静地听我唱歌，任我诉说心声，我的心里突然燃起了希望之火，终于有人喜欢听我唱歌了，我的心里暗暗的欢喜，我一定要努力的直播，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，喜欢我歌里的故事。慢慢的，家里有了十几个人，每天陪伴我，我们也渐渐地成了朋友，一起聊天，一起游戏。直播了半年后，来到了蓝雨这个大家庭，遇到了我的恩人打发时间。正是发哥的大力支持，我的 YY 生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，渐渐有了很多人的支持陪伴。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不自由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地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欢伤爱，不犯伤爱，笔下花不完的月，心间天不满的月，是你。为何爱判处终生孤寂，这
成一条不知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。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失去你，忘了。